总统今天也视察了国军叉叉叉旅，感受到部队同仁坚强的毅力以及忠诚的信心，亲切地与国军握手，希望能让各位弟兄感受到总统的敬意。瞒天过海，围魏救赵，怪太强还可以先把我们的士官长说得头头是道。台上说教，我在台下睡觉。英雄科目，国军体操，飞扬大雨鸟，好不热闹。这夜晚有多么美好？我们的士官长露出暧昧的笑，两秒动动到，我们一起来洗澡。有时候藏你入库，替你到处寻找；有时候轻轻将你沐浴乳踢倒；有时候都快别走，陪你玩游，弯腰上移动，紧张上移动。